查莫斯港是一个位于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港口小镇。它位于达尼丁东北约15公里处。达尼丁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。查莫斯港作为航运和贸易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多年来其港口一直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天，查莫斯港口主要作为邮轮和集装箱船的门户，以及渔业的基地。